我有几块肉了？三块，回家。哎呦，充满爱情的痴痴，不愧是太太。谢谢太太，阿兰利1019，感谢。哎呦，好赞！これにて一件落着。好感度提升。啊，吃一个原始肉，异常状态失效，枪！哦，回复2000 HP 耶，很后期的东西了。然后把一个拿去送给那个猫吃了。猫在哪？哎，不对，猫不在这里。哎，走错走错。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钓鱼啊？这里可以钓鱼啊。自家养，这鸡巴跳下去抓不就得了？有那么难抓吗？嘿，哼，哎，这是什么？迪普罗米斯原始肉，哎，好猛啊！有你会给原始肉，哎，再也不用打龙喽。可是我觉得打龙比较快乐，严格。打龙有经验值，又可以学新技能。吃爽没？疯魔之谷好像很强哎。给你超高阶食物，吃饱了对。干，哎，那个要原始肉呢？你以为很好做是不是啊？有疯魔之虎了，吸引掉落道具啊，东西掉了会自动捡过来，是不是？一呢？好了，差不多了，南边大探险快结束了，这边还有一块，不知道怎么下去。啊，就是从这边嘛，从那边过去的。接下来要去北部历险了，天龙国大历险开始。真是可怕！我现在有多少人啊？还是16人。哎，这里有一个支线没解。哦。远明海滩。
临海滩有比较快的上去方式吗？好像没有哎。这是什么？凝光？这是什么？金钻？斩断！好帅啊！不过就没有冲天陀螺了，可惜。我觉得冲天陀螺比较好用。剑光一闪，主要拿来清范围，很好用啊。没有办法换。冲天陀螺用来 combo 用的。拖网。风景。哎呦，可以替换掉我那一招了，大浪。看一下，哎，这个还不错，这样子好了。拿来配新招。如果我用那个，我用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好，两个小妹再去打那个恐龙，敲个几下，应该也可以升技能吧？我登山好手。嘿，小小，哈哈哈哈哈哈！我呀，金刚王，哇，看起来太强了吧！そうだ。呜呼呼！西里哥打就要独自跟师父战斗，还是不要啊？等一下，三角太硬了吧？孤高的武道探究者，金刚王 ，Master Kong，Master Kong 也太屌了。哎呦，后跳啊！哎呦，哈哈哈，好强啊！哦，和金刚王来。
尔要放屁，然后孤高的金刚王将会放屁。但是我没办法在你的粉中发好这些文，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也没有设定什么东西啊。我要死啊！是没有很难打，欸，但是就是有时候也抓不到他的那个。哎呦！灭他！这样还打不到。哇！哎呦！哦，我的下体啊！我的骨尖啊！骨尖连击，倒了倒了，猛火挥打，钢爆三段。嫩，哇！整个人插进去土里，力哥塔在单挑上面打起来还蛮开心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大男打范围实在太好用了，很难换。要打我们金刚王，其实还蛮远的，要跑到这边来打。日出海滨。好帅，啊，哦！加100，好赞！好的，成功。好感度三星，好感度一。对，钢爆三段还蛮有兴趣的，猛火挥打，螺旋俯冲，哦，刚刚那一招是不是？干，猛火挥打范围太大了。
嗯。哎呦，这个范围还不错。野性炫技。我没有办法用钢爆三段，哪个人过来借我挥一下钢爆三段？就你了。哈！哎呦，钢爆三段很刚啊！哈！哎，不错不错，这招好用。还有什么？猛兽突袭。猛兽突袭是我觉得没什么用的那一招，太慢了。放个别的。螺旋俯冲试试看。哦哦，哎、欸，这招还不错嘛，拿来玩玩看好了。不然你们对大男这么意见这么多，好，回家。大男很好用啊，速度快，攻击高。没有啦，速度其实没有很快了。干，可是这样要强化哎、欸，我看一下。任せなさい。さあ、できたわ。では、始めましょう。好，できたわ。好了，刚好强化完，拿来用吧。然后没有任务了，所以就。哎，等级差太多了吧？为什么 Humeru 38等啊？太夸张了吧！有点想去练功哎、欸，再推点进度好了。こんにちは。はい、どうぞ。では、私またどうぞ。我能不能先去打到40等啊？你们会有意见吗？干，有没有意见？我都没差，我要去练到40等。嗯，这样还没成熟。哎，谢谢。哇，是我们近思语，你已经很久没打近思语了。是不是因为你之前都复制贴上，发现那个网站没有在更新了，打不出来？那要自己想，果然比较辛苦。你勾塔在这里。是说，我是不是睡一觉比较赚啊？哎、欸，加倍蛋捆哦。睡觉起来还有那个可以用哎、欸！哈，哈，干这鬼东西咬人超痛，真的不知道在痛三小。阿德鲁，埋鲁。被小到一下啊！我又被小到一下了。啊！行くぞ。好痛！
什么？哎呀！太小了。等一下，这样他没经验值，赶快复活，起床，起床。螺旋牙齿，你没看溜的，好痛啊！突然又学到新技能了，我看一下钢爆三段能不能换螺旋牙齿。哎，靠腰插在哪里？咦？好，多敲一下啦。欸，那我觉得可以把野性炫技换掉。那攻击动作根本就一模一样，只是这个昏炫好多了。钢包三段换回来好了，这样子比较好。段数应该比较少，不过他的那个晕眩值比较好。行くぞ。可是我没补嘞，好恐怖哦！何かあるぞ。就是现在。切到急急真的大回旋，哎呦好猛啊！我突然 又学到两招新刀式了，近日学一些屌技。可是大回旋会倒，我觉得那个什么袭套切袭击可能好用一点。此之掉出圣上物品，哎、欸，怎么好像没什么用？哎、欸、呦喂，雷霆爪哎、欸！我撞，我撞，热血开撞！哈哈哈哈！撞，给宝，宝啊，宝！哎、欸，没 SP 了。龙鳞，这是死掉掉的吧？掉啊！掉宝！掉宝！
不是啦，这死掉了掉的，好像不会掉哎、欸。试试看。我回去先补一下那个，哇，这游戏怎么越来越开心啊，太好笑了吧，只能偷一次，可是我连那一次都没看到啊，我多带点复活药好了。行くぞ行くぞ。掉落手套，哎、欸，干，真有道理耶！我有盗贼手套啦，我还没有掉落手套。技能击杀好手。哎、欸，给宝！哎、欸、有哎、欸、有哎、欸，给宝，给宝，哦，给宝，宝啊，宝，哎哎哎，哦干！太嚣张了！哦干！不怕，我很多水，我只想尽量喝。干！啊干！我水很多啊，好喝哦。我干！画面外面跳进来的。哇，有了 ！Star Blast！ 哎，去哪？去哪？回来！回来！回来！啊干！太嚣张了！哦，出出出出出力！啊！哈哈哈！楽しい！あ、部屋の攻撃じゃ。耶、yeah, ，楽しい！哈哈，好好笑。然后我又没水，我要回去补了。
哎、欸，很快乐呢，这游戏。那如胜如何胜？咦？是不是？干，我修美鲁都39了，我刚刚里科塔才33，现在也35了，练到40等咯，冲哦！而且还可以打很多稀有素材。任せろ。行くぞ。这钻地花真的很讨厌。而且这个还不知道在痛三小，这咬一口就要死了。哎干！打我！哎，不是用叫的打，就是现在！哈！哦，干！我昨天想用钢爆三段来钢爆他们，可是钢爆三段真的太慢了。看还有干！喂！耶！好想要钢爆三段！记得睡觉好像可以补大局，对不对？子供扱いしないでください。中毒燃烧就那个啊，打累积值啊，累积到满了之后它就有了。你看我有大绝条了，哈！一轮才是就35等，不过 Hume 鲁要40哎，真的太夸张了，家伙！铁宝，铁宝。铁宝，哈哈哈哈哈！哇，想要拍那个说。
跳跳跳三跳打我有一只起飞啊干来不及了阿干阿干好多雷霆爪雷霆爪大师欸こんにちは。はい、どうぞ。またどうぞ。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做的。干脆趁现在来增加装备好，我装备都超烂。不要，我要用雷霆爪做的。快，快给我雷霆爪！更多的雷霆爪。你有没有用雷霆爪做的？干，你买一堆雷霆爪。雷霆爪。我看一下雷霆爪可以换什么。哦，雷霆爪可以换的东西其实还不错哎。我有36个雷霆爪，太好笑了吧。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雷霆爪可以换的东西其实蛮好的。我打这么久就三块肉，超鸟的啦。さあ、食べてくれ。なんでも言えよ。你需不需要雷霆爪？我超多的哦。阳光牙，干你要四个原始肉，靠呗。もういいのか？Hello， 你有没有可以换原始肉的、啊？红肉，干，你怎么这么久都不能够换原始肉？稀有品里面有原始肉啊？没有，超烂。好、算了，36、40、37、36、36，好了，差不多啦，直接去打好了。往下一区迈进。打也打爽了，这小妹移动速度不知道有没有点快。这里面水池啊，有时候都想钓个鱼。干，原来这边有那个。行くぞ。行くぞ。哈哈哈。何かあるみたいだな。给宝。给宝。给宝。
别跑！哦，小心！等下，这东西是不是这东西是不是接近它会嘟人啊？很痛哎、欸！还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有宝有宝，宝！哦，有宝！哈哈哈哈哈哈！谢谢若音染井，感谢。哎呦，看真假。哦，前面有宝！啊，没偷到，可恶！哇哇！哎，这东西会毒人啊！再来更多宝，入穴。前面怎么有一只妈超巨大？哦，看到火！给宝！凶兽的皮革。哎，他的那个被打烂哎，好可怜。上面是有东西可以捡。任せろ。答えろ。目障りだ。嘿，毛。哇，打起来真是爽快！哎，好远，我要先回去拿那个宝箱。拿宝、哦！掉啊！跳了。哎，这边有水，它虽然掉了，顺便发现有没有什么酷炫的掉，
哇，好大只！哦，好肥哦！亚尔凯顿。格比斯，好嘞！我这只也很肥呢。いい感じ。哇！有怪！哎呀，为什么？为什么被咬死了？他在干嘛？为什么？哎、欸，好猛啊！这只螃蟹，他刚摸什么卡在这那个原地，卡在这个石头之间，让我被他爽揍500下哎！回个血，是大特5039，感谢。Lucifer 0308，感谢。好，满了。さて、何が釣れるかな。我家好久没渔网哎、欸，我才刚讲说，想要讲说我很久没有遇到渔网了。啊不就还是你大琵琶鱼，谢谢 Brain Bird， 感谢宝贝，啊不就还是这一只，我要新的，我没钓过的鱼，这边看来鱼网有至少四种，
谢谢苏龙夏，谢谢。我为什么我觉得我攻击力很低耶？错觉。那边竟然有一个通天宝箱。欸，我只是切个角色，他妈直接被打死，也太好笑了。哇，红手套，第三掌。哦，看，上面还有路尾，然后上去看一下。丹田妙药，妙妙妙妙妙！这个时期吃这个是没什么意义啊。苦涩妙药，妙妙妙！哎，升级了！枪哥在旁边对着天空射击，叫着。虽然这边路乱，不过至少算是一本道。
我现在注意到这小妹翻滚的方式是往空中翻，其他人都在地上滚。你要去哪里啦？哦，防御灵药，还好。红手套到底是什么？哦，附加燃烧哎，那蛮屌的。这里有一个宝箱是，不要，下面。何かあるようだ。暴打一顿！哎，那边怎么有一个超漂亮的？然后现在这个景点，哦，回长脚。鸡缸霸王龙，阿米加。哎呦，靠腰，好痛啊！不过是我们鸡缸霸王龙。啊，好痛啊！啊干！啊干！我有回避说。我是我的 Basto， 那就这么大一只掉的东西，跟那个小只的一模一样，超鸟。
癒されるな。彩虹矿脉。哦，这边好赞，好多东西。残血的诱惑，破了吧？寺院参拜道。祀る施設のようにも見えますが、は？我怪怪，会死。行くぞ。哎，不过我已经四十等了，是不是快要遇到我们丹娜了？小妹还一个不屑，直接坐下来了。哦，被他听到，站起来了。又坐下去了，我不愧是小妹，人家讲什么，她就是要做相反的。静か、息するのが怖いくらいだな。よいか。水音の一つ一つすら響いて、なんだか時間が止まったみたいだぜ。看他打网了是。